野加二的在今年带新专辑回归，堪称史诗级的风格，让爱到不行，听过一遍就会沉浸在女孩们的魅力当中啦。今天孩子们在上班路上举办了快闪的迷你粉丝见面会，并现场演出了一段无伴奏 live 版的《怒》，他有狐狸的模样，整人物感染所有的人。Hello, my name is Happy Happy Girl。没想维军在演唱了一半时突然宕机了，傻傻的模样让现场所有人都一起暂停了半秒呢。可亲爱的，真的无时无刻都能够带来欢笑，期待看到孩子们更多可爱有趣的画面啦。Thank you.